它外面只是包起来，它每一只跟刚刚拍照的时候不一样，它还是有个袋子。请大家来参加，然后送给我的宝宝一些祝福跟礼物，然后也是我即将生小孩之前的唯一的自由时光了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吃喝玩乐，好不好？没错。那我因为大家可以看懂英文字吧，就是 they are boys， 我是两个男生。虽然有点难过，不要叫女生。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海洋，海洋就是蓝蓝的风格，就是符合我的男宝宝们这样子。那今天的这个卡片啊，就是刚刚有放在桌上，如果还没写的朋友可以去写，就是它背后可以写字，然后就是请大家写给我或是宝宝祝福的话，那我十年后会拿出来给他们看。等一下我会办一个这个投票取名活动，因为我的两个宝宝啊，就是一个会给他取名，他其实已经取好了啦。我取好了。你要讲吗？我可以讲啊，因为我自己想的啦，我很非常想要，非常极力想要，因为我姓廖。所以没有人知道你姓廖，好的，没有人知道我姓廖，对。我一直想到我的，就是让大家一听到他的名字就记得，然后有一个很棒的绰号，所以我打算把他叫做廖世如，大家就知道哇，廖世如神，没错，这是充满神的旨意的名字啊。那李密自己呢还没有选好名字，所以等一下呢，他这边有一个投票卡。他喜欢单名，然后下面有选了大概七个，就是一个会跟我姓，所以是姓李，然后就是单名。对，那等一下大家呢就觉得你最喜欢的，把它圈起来，这是个单选题，圈完之后交给我，反正大家交给我之后，所有人都给我之后，我会统计哪一个被圈起来的名字最多，我会挑出来。等一下就公开投票啊。对，然后挑完之后我们就直接抽奖，被抽到的就小礼物这样子。对，我们的礼物就是桌上那个，尽量猜说哪一个是最受欢迎的名字。先念一下有什么？好，先讲一下有什么。有，哎，要先讲说我为什么选这些字好了。OK， 因为他们是属牛的，然后属牛的我查了一下，就是它最好是有草字头啊，然后或是有
我自己是喜欢有太阳，可是其实那个什么八字是说不要有太阳，因为牛的话它白天很辛苦。对，所以我取了这个轩，轩就是车字旁的，因为它牛就是拉车很辛苦，我就是希望它越辛苦越好，跟我一样劳碌命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就是劳碌命的意思，就是车字旁的轩，不想让它太安逸。对，就是它可以拉车，这样就轩。然后怀是水字旁的怀，怀和的怀。因为我阿公有这个字，我觉得还蛮好的，就是李怀。因为我阿公很成功，我的一切都是我阿公给我的，所以我就是取一个是我阿公的怀。然后成功的成是我爸爸的字，就是成功的成，我觉得也不错，就是很成功的意思。然后旭日的旭就是有日字旁的，我觉得很阳光的感觉。然后浩是上面是一个日，下面一个天，就是超级阳光这样子。然后就是还有天理天这样子，就是笔画少，因为我觉得笔画少也蛮好的，让他写考卷写比较快。因为我妈那时候说取我名字也让我写考卷写比较快，所以天是笔画最少的。明茶的明就是草字头的，就是他牛喜欢吃草这样子。就唯一我一个觉得草字头适合男生的就是这个字，因为草字头大部分都是女生的名字。哎，那大家记得一件事哦，不要左右交相贼作弊哦。哎，我们全部写这个，不要大家都有机会。对，不准讨论，不准讨论，给我自己选，自己选。对啊，反正都说我们讨论，这区全部都没有，我们都选这个。不能作弊哦，那你先发给大家。好啊，大家记得要写名字，不然不错。对，写名字或绰号，然后你要写完交给我，然后我会找出来，然后抽。李密，他刚刚说理查，理查有，然后那英文都好 ，Richard。然后 Apple 提议叫理查，理查，那也是草字头的，草字头的茶是不是？然后今天感谢巴菲特赞助我自助餐，然后还有这个欧庭烘焙赞助我双层蛋糕。以及还有另外两家厂商赞助我饼干，那我们就边吃边来公开名字哦。然后阿毛选怀，哦，怀，阿布选怀，哇，怀死了。掉一张，那就是他了，那就他了。到底谁这么幸运？谁这么幸运呢？薛宇。太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粉红色是对的。竟然抽奖的。Oh
看，他在镜头里吃宝宝，他在等我吃。好恐怖。熊皮的狼，下面又是我帮你做，来了，我帮你做。哇，你那什么表情啊？你要拍他们的表情啊？我帮你做，做母乳照。这边有人会带我们一起做。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大家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那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 Facebook 粉丝团或是 IG 哦，大家拜拜。